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盘点那些牛人的物理外挂，正方形的对角的位置，然后就一再调为70，然后就数一条、两条、三条，这就是三条对，两条多一点吧，所以就现在不是特别准。那你家就好了是吧？嗯。一二三。小朋友，你是否有很多问号？为什么天天在那看漫画，我却在学画画，对着钢琴说话，别人在玩游戏，我却背着 ABC， 我想。右手一颗星，老弟左手一边扔，我直接来个高杆突袭，一个旋转，我直接进俩，拉宝哥，你记住一句话，我打的不是台球，我打的是人情世故啊！过来。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可乐视频，精彩绝伦。